好棒棒。对，那我们2月26号也有一个，他们算也是创作乐团，不过他们比较厉害是他们得过金曲奖，叫做无限融合。2月26号也会在我们贝瑞餐厅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。是，毕竟人家得过金曲奖的，一定精湛的技术是不在话下。对对对，如果你听腻了一直唱歌，你可以听一下非常厉害，能够就是光演奏就能得到金曲奖的无限融合，2月26号，好不好？你现在已经开始购票了，有需要请下柜台，或者详情请上我们飞鱼音乐餐厅官方网站。官方网站难得没有讲得非常好。对，好了，所以我们带来这一首歌曲叫做《所以停下来》。